straight ahead. A green light turns to red. Oh, why can't you see? Oh, don't it be?Can't be worthy. Now this is a vision of a violent life, living by a gun, a toting of a knife. Now I'm slamming doors, 2-4 bomber pulling the keys. These are the tragic valuable luxuries to me. At the early dawn, before you yawn, I've been there, swiped you and then I'm gone. Now it's 6 o'clock, my heart tick-tocks. A black satin bag full of fat ass rocks. My identity has to be exposedStealing from the spot that I truly chose. I lose and abuse my choice to choose. Now I'm fixed and I'm falling deeper in the mix. There's no hope for me to see. My path's been chosen, I'm Johnny B. Johnny B, how much there is to see? Just open your eyes and listen to me. Straight ahead, a green light turns to red. Oh, why can't you see? Oh, Johnny B, Johnny B, how much there is to see? Just open your eyes and listen to me. Straight ahead, a green light turns to red. Oh, why can't you see? Oh, Johnny B, Johnny B. See, we really have enough in life always.Tight, yo, we're billing by the night. Can't choose between the wrongs and the rights. Now I'm searching for the clues, yo, what am I to do? I got the habit of taking valuable things from you. Here I stand, and I'm physically trapped by my tan. Drifting on the breeze, travels a distant man. A lonely path when I stand alone. A realm of affliction, abandoned by my own. Here I lay down into certain depths. Evil spirits come and grasp my very last breathSometimes I wish reversion is in my path. A simple gesture, a simple laugh. But I'm evil, dirty and mean. Profound thoughts pumps through my bloodstream. Frightened, huh, you should be. Who am I? I'm Johnny B. Johnny B, how much there is to see? Just open your eyes and listen to me. Straight ahead,
醒昨夜的梦，心里泛起阵阵隐痛。这个老外的扔衣服分身也太秀了，我来教你拍摄制作。首先拍摄人物向两边扔衣服，在衣服落地的位置分别穿上衣服，做两个跳跃落下的动作，打开剪映开始创作，导入拍摄好的视频，衣服在空中快要落下的位置点新增画中画，导入人物跳跃落下视频，点击蒙版选择线性旋转线条，把两人分开，第一个分身就做好了，再用同样的方法制作第二个分身。好了，看成品。这个老外的扔衣服分身剪辑必备 BGM。知道二手车是怎么翻新旧车的吗？我来告诉你，他们送回来的旧车都会用这个像素翻新剂翻新一下，一涂一抹，发白褪色的塑料就变得像新的一样，让你看不出一点痕迹。这么一喷，我就看不明的伏击。那么张姨说过了，他说哥们你们去登记一下，他说不要搞，他有低保的，他说你赔了这个结婚证这个低保没有了，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嘛，好的算了，我就真的是撒蒙女婿了。老于说他绝对不是嘉兴话说的鬼特夫，班也上，家务活也干，虽然是上门，但为这个家他也是任劳任怨做出贡献的，自己连利群香烟都不舍得买一包。上辈子这个钱我赚了，反正全部给我老婆的。大概多少钱？基本上都是3000多一点，有日嘛3000-4000，一个月我总共四五百块钱，你买菜你抽香烟。做夫妻老于说磕磕碰碰总是有的，但总体来说还算稳定，一张床上睡了17年，感情总是有的。直到上个月他在家待了近一个月没活干，矛盾爆发了，他说女方讲的话特别伤人。他就是说我干活没有干，你这样下去我叫你走了。老于也是有脾气的，说走就走，没想到吵架第二天吴阿姨来真的，把老于的东西整理好了，意思真的要他走。这下忍不了，两个人直接动手，老于的手机被砸坏，脸上也出了血，脸皮撕破，女方家里面肯定是待不下去了。这几天老于在外头租房子，吴阿姨把他的电话都拉黑了，他越想越气，越想越委屈，他要讨还17年来的损失费。我家里大概人口还有17-18万钱，你要我走我走好了，不过你要给我一点钱，最起码1年1万最少了。上门女婿做了17年，1年1万就是17万。记者电话联系了吴阿姨，女方的说法跟老于不大一样。我们是找个朋友关系，没有领着领结婚证对吗？干半年吃一年啊，这样说那叫我怎么搞？怎么办？不上班呀，那常年这几年一直这样，做几个月停几个月。我们自己本身就挣不了多少钱，那我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妈也就2000多块钱。吴阿姨认为老于在他们家的贡献其实并不多，事实上这17年来他还经常跟自己拿钱。
一个月交只交我们3000-7000，交到哪里？有没有证据啊？他叫他证据拿出来啊。那么你有没有就是这几年这17年有没有收到过他就是交给你的工资啊？没有，一分钱都没有吗？没有，他存了个钱都在给他的弟弟，到我的手上拿几个钱给他弟弟，他的弟弟生病的，一共拿着就弄有了5000，总共有10万左右。可是老于说自己给吴阿姨都是现金，证据拿不出来，他确实也是哑巴吃黄连。吴阿姨的话也很决绝，说不想再见到这个男人，更不存在什么亏欠。吴阿姨的说法老于接受不了，他认为虽然两人没有结婚证，但是却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了17年，邻居和亲眷都可以作证，自己对那个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前两年女方家里面还分到了2套拆迁房。生了一心想抢我真实舞蹈，现在孤魂废血，邪祸当道，所以我求你将老道带去，等妖魔一除，我就会找人来我翻。就以半边钱作为信物，我唔要，你一定要应承，因为我头先已经在你的身体嗰度落咗7749日，或者你亵渎真神，蛊毒就会发作，到时药石无力，你只有拜真神，才能够解除蛊毒。我选中你，是你的幸运。老道法力无边，只要你供奉他，他会令你飞黄腾达，富贵荣华。但是我只是给你暂时老顾，我的族人就会拎着另外这一半边铜钱来还，到时你要给回个真身。你叫我，你仲留到今日啦？好朋友啊嘛，啊，你帮我话嗰张系咪唔见咗咧？其实我呃你的，如果我不是用这张纸用来包密盒呢，我想不见了很久。那为什么张纸又没有墨色又不潮的？为什么呢？这么奇怪。买回本书给你，看完了吗？到期咯，咁耐噶啦咩？你快到不知时日过啫。唉，喂，听讲殷素心喺图书馆揾到份工作，你一早就知噶啦咩？喂，你觉得佢点啊？好靓，我就嚟追到佢噶啦。所以话啫，我追女仔就你追过我。师傅，师傅，师傅，啊，哥，啊，你朋友？啊，唔系啊，我嚟玩谢哥攞把老刀俾哥。你识电话吗？唔系啊。
你唔话俾我听，我都唔知佢苗族人嘅。佢头先讲咩？老多比多咧，即系老洞啊。书房嗰个神像咧，佢呢次嚟问阿爸攞翻个神像嘅。阿爸，呢位系嗰个啊，我嚟玩只个罗马老多比多。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护住冷如风。到梦曾顺如笨钟，我能数空空，刹刻之中惊醒与冷风，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深宵三点想跟他抱拥，心中所想竟已荒芜。光阴匆匆飘过漫长路，心里爱的他已不可爱慕。北风吹散我的涌动，世态作怪问谁能静以怒。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护住冷如风。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熄灭着盏街灯，护住冷如风。到梦曾顺如笨钟，我两手空。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护住冷如风。到梦曾顺如笨钟，我两手空空，刹刻之中惊醒与冷风，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深宵三点想跟他抱拥，心中荒诞的故事，偏偏有感应追溯的相似。问问事情怎会开始，又问问事情怎会终止。千千计中计推理的冷静，天天我身边千发生天注定。时事及时总靠机警，时辰未定变局处境。是与非或心虚的双眼似闪避，步步见机追踪他的痛病。慢平起，他跟他跟那个做戏，落雨起，太避忌，花样太多，变歪曲结果，没有一些感应出错，何须听清楚，查探内网，花样太多，侦缉花样更多，全面分析一切识破，迷惘清晰之间不算太傻。荒诞的故事，偏偏有感应追溯一些暗示。问问事情怎会开始，又问问事情怎会终止。千千计中计推理的冷静，天天有身边千发生天注定。时事及时总靠机警，历程事实未定变局处境。是与非陌生虚的双眼似闪避，步步见机追踪他的痛病。慢平起，他跟他跟那个做戏，落雨起，太避忌，花样太多，变歪曲结果，没有一
些感应着错，才算听清楚。茶摊内网花样太多，精汁花样更多，从要分析一切色破，迷茫清晰之间不算太傻。或许下一分钟，如果你真的也心痛。